然后十二年。我来读，向大家详细来听。上帝话，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。我传福音，不是通夸口的事，是不得已嘛定。因为若无传福音，我就有知的。我若甘心做这个事，就有报偿。就若不甘心，有责任已经交代我了。安尼，我的报偿是甚物啊？就是我伫传福音，予人免所未了的得着福音。再来二十二节，嗯，软弱人我就真侪软弱，要得着软弱的人，嗯，达何人我真侪达何款，一开始要救人。各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，是予我通三甲有分伫福音。以上，下面站立，咱来请圣歌队。